喝汤了，去把郡主和乳小兰叫过来。是。太子，请用汤。太子殿下，您先用。嗯。卿大人，请用汤。哎，大人，这汤，拿去。谢大人。 大人，汤搁久了就要凉了。冰儿姑娘，您是否会武功呢？大人说什么呢？一介民间女子哪会什么武功？是啊，大人，你这话问的太奇怪了吧？冰儿姑娘要是会武功，怎么会被那些盗贼追得四处逃窜呢？对吧？大人，您还是快用汤吧。 你到底是谁？不愧是大理寺的卿大人，未经伪装的如此天衣无缝，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了破绽。你对他们做什么了？放心，只是迷魂药，只要你乖乖的把五色石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要不然。 使不上力了吧？我剑术虽不如你，阴阳术却还了得。五色石怎么会？不，不是五色石。 看样子你的阴阳术还没我的宠物了得。大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到处都找不到郡主和冰儿。冰儿是敌人冒充的，你安置好太子他们，我出去一下。如姑娘他们可能有危险。是。